您知道现在消费的排行榜吗？第一是女人。那第二呢？小孩。第三呢？老人。第四呢？狗。那第五呢？男人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婆规定家庭地位排名，第一位父母，第二位老婆，第三位孩子，第四位球球。球球是谁呀？就是你前两天给我买那条狗啊。第五位自己。哎呦我的妈！大夫，咋的小伙子？我这两天胃疼呢。胃疼？那你吃啥的？也没吃啥呀，我妈剩下的我吃，我媳妇剩下我吃，我闺女剩下的我也吃啊。那真的吧？你回家买条狗呗。啥？狗剩的也让我吃啊？哎呦，狗剩的也让我吃啊？滚！媳妇儿，咋的了？我好像感冒了，你给我找点药呗。我看看来。哎呀妈呀，是挺烫的。你等会儿多喝点热水啊，一会儿完事之后上诊所看看。我今天挺忙的，我先走了。你有啥忙的呀？二环生病了，我去同济医院看看。你记得多。